统统不许动！嘿嘿，我是喜房宝宝。哇哦，这是水房查获洗钱组织，这黑钱是从哪里来的？我来查查。哎，小姐，我来存钱呢。请问您的资金来源？卖股票的钱啊。错，这是贪污的钱。哼，抓我没那么简单。老板，我要买钻石。请问这钱的来源是？卖不动产的钱。错，这是卖毒品的钱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再试一次，我要用这些钱买透天。哦，请问这钱的来源是？宝石的钱。错，这是诈骗的钱。啊，我懒瘦香菇啊！洗钱防治就像搭飞机前的飞安检查，越仔细越容易找出犯罪所得，让犯罪集团无法利用黑钱做大，让我们的建设治安更好，金流透明，世界好评。洗钱防治需要你我一起。